阿勋讯息超方便，可查看 LINE、Facebook、简讯等多项聊天软体，还有电话接通功能，支持对方打电话来可用扩音通。还拥有 IPX7 防水，日常洗手也可以佩戴。今天又是我们的这个眼镜实验室了，今天要来实测一个东西，要测测看我这一整天的运动量是多少，消耗多少大卡，或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记录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需要一只智能手表 ，V Watch 运动手表。1.4英寸的大表面，超高清画面，还可自由更换表带，可更换表盘，更可以自己上传图片，查询讯息超方便，可查看 LINE、Facebook、简讯等多项聊天软体，还有电话接通功能，不止对方打电话来可用扩音通话，也可自己拨打过去。1、2、3，用它听音乐也没问题，音质非常清晰大声。它还包含10种运动模式，包含户外跑步、健走、登山、瑜伽、椭圆机、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骑行，以及睡眠侦测模式，可检测睡眠品质。它还拥有 IPX7 防水，日常洗手也可以佩戴。可以，拿下这个码表。OK， 我就准备计时了。Go！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一球进不了哎。然后运动了30分5秒，像运动了3个半小时一样。我们等一下用手机来看一下那个消耗多少大卡。我先把这个数据给它暂停起来。好，我们消耗278000卡，很多还很少啊？是不是随便一颗蛋都比这个多啊？如果不算时间的话，我们是从2分进步到10分哎，而且2分但是只有进1球哎，我们这 Money Ball 进了2球，所以是8球哎。那为什么会进步？因为使用了 V Watch， 手表也非常省电，一般使用1周以上充一次电就可以了。如此 CP 值超高超方便的手表，想要购买请点选底下链接。好的。Thank you.